王石携田朴珺前往纽约的出席某颁奖典礼，两人举手投足亲密无间。王石作为唯一中国企业家代表发表全英文演讲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受邀出席。在登台领奖发表感言时，王石表示 Thank me wife mean 谢谢我的老婆田朴珺。这句发言一次证实二人已经领证结为合法夫妻。针对此，田朴珺工作室相关人士向媒体回应表示，这是田小姐很私人的事哦，工作室暂时还不太清楚。